奇是督促人类进步的最重要的一个动力。Make a good design, you need innovation, you need creativity. 当我学到一样东西，一样都好，小小的一样都可以。They can really learn absolutely anything they set their mind to learn. 去学习知识，获得技能，从而呢体验发现的快乐。你有没有发现问题的能力？这就是创建。They can develop their reasoning, have new ways of understanding problems in the world and solving problems. 他们终于会摸索出一个又有功力又有内涵的东西。那我们今天致敬的也不是那些干巴巴的百科全书，而是那些改变世界的思想。我们文化的自信，这种传播的力量，它就是这样一点一滴的去做的。就是你一定要往前冲。我们是国际的，我们是拥抱普世价值的，我们跟世界的年轻人是想的一样的。缺陷是完美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个世界上就没有完美。辨认自己是一个活一辈子都值得做的事情。我干嘛非得活在别人的嘴里呢？只有你自己才是最了解自己。善用其心，你要好好的珍惜你的每个刹那，每个当下。我一直都没有放弃，我一直都在努力。それでも私たちはいろんなものを取り込んでは手放し。你应该相信自己，你也应该常常怀疑自己。我们从善，我们所有美德的东西，不是为了让它一下子发扬的多么大，而是身边点点滴滴积累，它自然会荡漾开来。每一天应该有变化，每一天要向前看。If you're gonna go do something, make sure it's like big and bold enough. 没有人就是此刻的自己，永远都要在一张更大的网络之中。只要你争取了，往前走，你会变得更坚强，你会变得更聪明。最大的受益者是你自己，你体会到了没有？人生呢，要多一份思考，才知道未来。未来十年，大部分人类需要思考五秒钟以内的工作都会被机器所替代。网络会连接的密密麻麻的，就是 IoT 设备无处不在。So not only is AI able to be creative, but also it can become a god. These technologies are coming together and reaching maturity at the same time. Every industry today is both digital and global. 原来做一件事情，你可能需要一个月啊，甚至更长的时间。现在人工智能来说，可能就是实时的、瞬间的。当你和机器可以充分的融合，你可以为机器制定规则，你就会变成了先进人类。对开放空间的自我定义，加强了民众对开放空间的支配权。我们从研究单个的系外行星的性状，变成了我们研究一群，这是一个全新的行星科学。Gravitational wave detectors, they may allow us to have a look at what happened up to the very beginning of space. So I believe this is a very, very exciting time. 人的想象有多大，未来就有多大。好的，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们的精彩演出呢，稍后即将开始。在这里呢，要提醒大家把手机调至静音或者是飞行模式。在我们的演讲正式开始之前呢，让我们先欢迎一群降临在我们会场的小天使们，他们是天使童声合唱团。天使童声合唱团呢，一直积极参加各类公益活动以及公益演出，曾经为地球关灯一小时活动演唱主题曲，还曾经接受彭丽媛教授和教育部部委的接见。接下来就请他们为我们带来歌曲《我相信》，掌声有请。
好的，感谢这群可爱的小天使们。在这里呢，要提醒大家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这个二维码呢是我们今天的相册直播链接，可以捕捉今天我们演讲的所有美好精彩瞬间。还要提醒大家，如果要下载的话，记得点开大图，这样会更清晰。好的，让我们再一次感谢可爱的小朋友们。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一刻 Talks 八开揽月和华树探索联合出品举办的年度盛会一刻 Talks 心流2019演讲之夜的现场。在这里呢，我们要特别感谢腾讯视频、中国电信、华为视频、优酷视频、咪咕视频、微博借钱、和声商业等战略合作方带来的大力支持。在这里呢，我仅代表一刻 Talks 八开揽月和华树探索向到场的各位表示最诚挚的欢迎。希望今天呢，大家可以在这里感受不一样的新知、心智和前沿的洞见。那今晚呢，我们从心出发，开启一段心流之旅，想要在2019年的这个冬天以别样精彩的人生启迪和温暖大家未来的每一段旅程。那么现在和你最想要拥抱相守的人一起来聆听这些关于爱、关于勇气、关于生活的故事吧。一刻 Talks 心流2019演讲之夜，横跨未知，用心交流，我们的演讲正式开始。首先呢，为我们揭开今天演讲序幕的演讲嘉宾是中国最著名的体育评论员之一，他是中央电视台担任 NBA 篮球分析师近20年的杨毅，大家是不是非常熟悉？杨毅曾是中国最大的体育报纸《体坛周报》的副总编辑，在社交媒体上呢也有很强的影响力，在微博上拥有700多万的粉丝。他创建了体育领域最大的微信公众号，有人知道吗？
杨毅砍球，没错，用户超过了200万。杨毅呢，不仅仅以体育著称，他还写了很多关于家庭、关于旅行的文章，尤其呢是关于他的女儿苹果。而且我们看到了今天的小苹果也到了现场。那真实的杨毅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呢？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聆听他的人生故事。年不如新，意不如旧，掌声有请。大家晚上好，我是篮球评论员杨毅，很荣幸能够站在一刻年终演讲的这个舞台上啊，英名呢是叫演讲，其实呢咱们也别当演讲啊，就是跟大伙儿呢随便的这么聊一聊天儿啊。任何一场演出啊，这个头一个上来的非常不好干，当头炮是吧，这是最难的。尤其呢今天这么大的场子，往台下一看，我站这么高啊，一瞅乌泱泱好几万人啊，所以呢上来咱们还是得拉一拉关系啊。刚才我听介绍我的时候啊，底下的声音好像也不是特别大，我上来呢我再问一遍啊，今天台下边坐着的各位啊，高朋满座，各位认识我的咱们举个手我看看啊。哦，还是有人缘哈，还是有啊。我看呢年轻的朋友不少，一般来说呢年轻的小伙子是吧，小伙子都认识我啊，他们都看球，看今天年轻的小伙子们也来了不少。有没有年轻的小伙子带自己女朋友来的？我看看，举个手我看看，有吗？这么少，嘿，没几位啊。带别人女朋友来的有没有啊？不举手哈，怕让人家知道。嗯，好啊，那有认识的有不认识的哈，我再简单的自我介绍一下。那我是一名篮球评论员，从业20年啊，职业生涯20年，从2002年开始在中央电视台解说 NBA， 后来也在很多的网络平台上，在新浪现在的腾讯解说 NBA 啊，到今天。有人是这么说我的啊，说我是20年来华语解说界讲述 NBA 最为人熟知的声音啊，是这么说的。后来呢 NBA 就不让播了啊。反正到现在为止这个官方的平台上也没有啊，不让说，腾讯还有啊，腾讯还有，场次减少了，减少了很多，但是每天还有那么一二三场比赛啊。可是呢这个有一个队啊，红队啊，休斯顿火箭队是吧，过去多少年来中国球迷的主队是吧，因为大姚在那儿打了那么长时间的球，这个火箭队呢是彻底不让踢了，在哪儿都不让踢。我们在底下提起来的时候都这么说，马赛克队啊，不能叫火箭队，马赛克队，那个队标上啊打一个马赛克。火箭队有一个特别厉害的球星，哎，长得大大的眼睛，长个大胡子啊，可厉害了，一场球能得差不多30-40分，特别擅长造犯规是吧。我们现在呢出去聊啊，做节目啊，不能提，哎，不能提，不能提这个人啊。要提到这个人呢得这么说，说啊，青罗伞盖撤下，但见此人直生得面如润铁，黑中透亮，亮中透黑，海下炸炸炸一部黑钢燃，犹如钢针恰似铁线，头戴冰铁盔，朱缨飘洒，二龙斗宝，圣女八宝，轮罗伞盖，花冠鱼肠，身披索大连环甲，内身皂罗袍，足蹬虎头战靴，跨骑万里烟云罩，掌中丈八蛇矛。你说你这是哈登？嗯，我这是张飞。
不让提啊。不让提是不让提哈，反正我们也知道，因为自从前任 NBA 的总裁大卫斯特恩啊，抱着一堆录像带，在央视的东门啊，在寒风之中等待了45分钟，等待外事部的李壮同志把他接进去，跟中央电视台谈成了一笔，你播我的节目，我也不要你钱的生意。那是在1987年，到现在 NBA 在中国已经深耕超过了30年啊，陪伴了一代又一代球迷的成长。我们的很多读者里面现在已经结婚生孩子，生一个娃生两个娃的都有，现在很少看球的也有，但他们还记着自己年少时分在这个电视机前啊看球的时光。的确在中国已经形成了非常巨大的影响力。那作为我们这样的评论员来说，就是和球迷朋友一起陪伴着一代又一代运动员啊，看一代又一代的运动员进入这个舞台，在赛场上扬名立万，到后来再离开这个舞台，长江后浪催前浪，一代新人换旧人啊。从我开始干这行开始，最起初就是迈克尔乔丹啊，迈克尔乔丹人称帮主。后来在90年代末21世纪初进入 NBA 的一群非常著名闻名遐迩的运动员，是在2015年16年这两年集中扎堆，大家伙儿说好了一样啊，携手离开这个舞台啊。我们数一数有谁，有球迷给写了诗啊，说狼奔谁，狼王加内特，蛇走黑曼巴，曼巴蛇科比，佛向西，石佛邓肯，再别德国老司机，是吧？这几位都已经退役了。咱们大姚呢，是从2012年开始就因为伤病退役了。03年进入 NBA 的那黄金一代，非常出色的一届选秀，到今天为止，当初的米利西奇、克里斯波什、韦德在上赛季上演了自己的最后一舞，也都告别这个舞台了，只剩下那一年的状元勒布朗詹姆斯啊还在苦苦支撑。昨天打了圣诞大战，湖人输给了快船。刚才我进来的时候，有一个小伙子在门口拉着我照相，非要喊一句口号：湖人总冠军。昨天球输了啊，而且詹姆斯好像是腹股沟又拉伤了。到后天为止，詹姆斯就35岁了啊，到这个岁数还在赛场上驰骋，确实是非常不容易。那么今天来到一刻 Talks 这个舞台上，说年底跟大家聊一聊，讲一讲故事啊。我想讲什么故事？讲真，底下这么多小伙子可能看了很多的球场上的事情，他们的职业生涯，他们的丰功伟绩，可能知道的不比我少啊。在一年年底的时候呢，我想聊一聊最著名的这几位，他们在各自离开赛场之后都在做什么，他们都做出了怎样的判断和选择。其实呢，凭大家的想象，因为他们闻名遐迩，他们打球的时候非常出色，然后也都挣了很多钱。这些年随着整个 NBA 工资水平的提高啊，联盟的收入越来越多，大伙儿挣得越来越多，大伙儿都是亿万富翁，是吧？而且挣的都是美金。他们应该有很多很多选择，在他们退役的时候都是讲人打开了另外一扇窗啊。那么他们是不是能够在别的领域也同样非常出色？你要知道，他们不光有钱，他们都有着出色的人生经历，同时他们都是社会名流，他们有着普通人根本没有的社会资源和影响力。这想必能够给他们在人生的下半场以更多的助力，让他们在离开赛场之后，在其他领域
做得更加出色。但事实是不是这样呢？我们从迈克尔·乔丹讲起。我不知道今天在现场有多少朋友当初还看过迈克尔·乔丹的比赛。1998年在盐湖城面对拉塞尔，黄岛拉塞尔之后上演上帝最后的一次出手，职业生涯6次打进总决赛，6次赢得冠军，6次赢得总决赛 MVP。这是我们这一代心目当中，或者是整个 NBA， 或者是整个篮球这项运动历史上绝无仅有、独一无二的战神。98年拿到第二个3连冠之后，退隐江湖。退隐江湖之后，选择就好多了。那乔丹跟其他的队员啊、运动员啊，有一项很大的不同。在1980年代，他和 Nike 刚刚崛起的 Nike 共建了 Air Jordan 这个品牌。最后 ，Air Jordan 这个品牌从 Nike 脱生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运动品牌。那么最终成为了篮球鞋，或者是整个体育文化业界 sneaker 这个文化业界里边独一无二的存在，没有任何其他的品牌能够在影响力上、在售价上和 Air Jordan 相比。所以迈克尔·乔丹和其他的运动员相比，他的钱更多，每卖掉一双 Air Jordan 的球鞋他就能分钱，他有好多好多钱。退役之后啊，他心想，光打球不行，我呀还很想做一支 NBA 球队的管理者，我想做一个老板。他就找到了他的一个好朋友，这个好朋友叫波林。波林是谁呢？是当时的华盛顿奇才队的老板。他跟波林说啊，你看你这个队也不怎么样啊，这几年也没有起色，这样吧，我来给你这儿当个总裁，然后呢你卖我点股份，我在你这儿当一个小老板，你是大老板，你掌控是吧，你控股，我是个小老板。波林一听高兴坏了，奇才这个队啊，姥姥不疼舅舅不爱，哎，没人关注，这要是篮球之神迈克尔乔丹过来给我当个总裁，给我当个小老板，那我这个队能吸引多少关注，能获得多少新的球迷啊。乔丹就去了。去了之后呢，在2001年赶上奇才队呢，因为奇才队很差的一个队，获得了 NBA 选秀的第一顺位。我给不看球的朋友们解释一下什么叫选秀顺位，就是啊，从大学里边挑选出色的年轻运动员来补进球队，成绩越差的球队越有机会提前选，啊，也不是绝对的，具体的规则太复杂啊，就不在这儿给大家说了。总之呢，奇才队很差，所以呢，他们获得了第一顺位。迈克尔·乔丹作为总裁，为奇才队钦点了一位叫做夸梅·布朗的新秀，这是 NBA 历史上第一位没有上过大学的高中生第一顺位状元新秀，是被乔丹钦点的。日后他成为了 NBA 历史上最差的状元新秀之一，差极了，简直没法看。选完夸梅布朗之后，乔丹说呀，你看我每天待着也没事儿，哎呀，除了打高尔夫也不知道干嘛，你说干别的吧我也不明白。想了想啊，每天晚上睡不着觉，寄养难耐。他退役那一年，98年，36岁。过了3年，2001年，他已经39岁，临近40岁的老乔，跟波林商量：“哎呀，没事儿干，好想打球，要不然我出来接着打球吧。”波林说：“你逗我玩呢？您都39了。”“嗯，没有，真事儿，我就喜欢打球，真的。”我出来打吧，我跟你们一块训练。哦，他真的跟全队一起训练。夏天啊，组织了一帮运动员一块练。大伙儿一看，哎呀，老乔，别看选人不行，打球还真行。虽然39了，
好厉害，把那新秀打得满地找牙，你选他干嘛？迈克尔乔丹正式宣布复出，但是啊，联盟给他打了一电话，人家那儿法律非常完善，人家说了，你作为一个球队的股份持有者，一个小老板，你不可以再当运动员的，这是不可以的，又当老板又当总裁又当运动员，是吧？警察跟神父不可以兼任，哎，那怎么办呢？你必须把你那股份卖掉。乔丹就找着这个波林了，说老波呀，你看他不让我打，要不然这么着吧，我把股份啊卖回给你，好不好？我啊可能打一年，可能打两年，哎，等我打到40、41了，我不打了，过完这个瘾啊，你再还给我。波林说：“好好好，这还不简单吗？是吧？你先卖还给我。”哎，乔丹就把股份啊卖还给了波林。好，乔丹正式复出，成为啊2001年美国或者说世界体育界都不是体育领域，是整个体育文化领域最大的新闻之一。迈克尔乔丹39岁高龄回来打比赛了，全世界的体育记者呀，扑向美国，扑向华盛顿，看着临近40岁的老乔打比赛。乔丹厉害不厉害？还是厉害，好厉害呀！出来又打了2年，因为华盛顿奇才啊，确实太次了，不是一个乔丹啊可以带飞的。2年下来呢，奇才都没有进入季后赛。什么叫进入季后赛呢？就是进入分区的前8名，因为底子太差。但是啊，乔丹平均一场比赛还是可以得20多分球。还有一场比赛啊，老乔得了50多分球，还有很多比赛啊，他得了40多分球，还是好厉害。在2003年亚特兰大的全明星的舞台上，乔丹站在舞台的高处，哎，就跟我这舞台这么高啊，底下年轻的晚辈们，其他的明星站在下边，当中啊也有咱们大姚，啊 ，Mariah Carey 在他身后唱着《英雄》，乔丹说：“我今天就把火炬正式的传给你们，这是我职业生涯的最后一击。”2003年，41岁的乔丹最终真正的告别了竞技舞台，赛季结束了。哦，这2个赛季呀、啊。随着乔丹打球，也随着呀 NBA 又新签了很多的赞助合同，水涨船高，整个联盟比过去又更值钱了，联盟更值钱了，球队也更值钱了。那乔丹给华盛顿奇才打了2年球，这个队这2年上了这么多的全美直播，全世界的直播，场边广告都卖飞了，当然这个股份也是大涨，市值也大涨。退了役之后，乔丹就回去找他这个老朋友波林。老波呀，你看这个这2年是吧，打完了，咱们俩聊一聊啊，我还干这个小老板和总裁呀，把那个股份还按当初那个价格重新给我呀。老波说：没有那个事儿了。哎呀，我涨飞了你知道吗？哎，你在我这儿打了2年球啊，已经给这个球队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我看你啊，要不然想当小老板啊，你上别的地儿去吧。乔丹疯了，说我一辈子纵横江湖，在球场上这么多年啊，我没让人这么玩过，啪啪拍桌子。老柏林商场高手啊，往太师椅上一坐，那你随便吧，反正我不给你。没辙，乔丹就从这儿离开了华盛顿。后来呀、啊，赶到下一支 NBA 球队扩军的时候，夏洛特，他的家乡在北卡罗来纳，夏洛特是北卡的球队。夏洛特山猫进入了联盟，这个山猫的老板呢，是 NBA 历史上第一位黑人老板。迈克尔乔丹就从这个黑人老板这儿买了一小部分球队股权，做了这个夏洛特山猫队的，哎，这个小老板。
那么到了日后，他又买下了整个的股权，成为了这支球队的大老板。哎，好厉害。那么到今天为止，他成为大老板已经又过去了10年的时间了。每年乔丹都是指挥选秀，指挥球队挑谁，到今年为止没有一次挑对过。这么多年以来，他的球队只进入过一次季后赛。在过去这个夏天，他的球队又完成了重组，再次开始重建了。迈克尔·乔丹依然是我们这一代，是所有看过他打球的人心目当中的无上英雄。我们依然热衷在微信群里边去讨论当初的迈克尔·乔丹是多么的伟大，他飞翔在空中那姿态是多么的美妙。但这一切都属于他留在运动场上的禁忌。自他离开职业赛场那一刻起到今天为止，当然他还是有很多钱，他的 Air Jordan 球鞋依然能够每年卖出很多，但在老板和职业经理人的位置上，他还没有真正证明过自己。这是我想讲的第一个，迈克尔·乔丹。第二，我想讲科比·布莱恩特。16年退役，最后的职业生涯，最后对犹他爵士那场球是我解说的，我和杨健二杨。科比·布莱恩特在职业生涯的最后一战里拿了60分，很多人问最后一场拿60分是不是还要退役，那么厉害干嘛还退役，被称为在篮球历史上最嗜血的最冷血的杀手，好厉害，黑曼巴蛇。退役之后啊，成立一家投资公司，好大的一家投资公司，投很多项目，基本上呢每一个项目不会投太多，50万美金100个美金100万美金，哎，广撒网，在中国呀也投了不少项目。有一项目我闺女晚上在家经常用，叫 VIP Kid 啊，小朋友经常用，科比布莱恩特投资啊，他的这个办公室呢在洛杉矶，我们呢录节目我们去过他办公室，那办公室好大，进去一看跟仓库似的，都是全世界的球迷寄过去的礼物啊，中国球迷的最多啊，摆满了。那堆礼物要拆开呀，得拆俩月。哎，去那儿拍，那儿拍说，老板平时来吗？不太来。说那多长时间老板来给开一次会啊？说有可能10天半个月，有可能1个月啊。那这么多的投资，老板管不管？也不太管。我们有专业的投资团队。啊，来鉴别投哪个？那老板来了以后讲什么呢？主要讲一讲曼巴精神，啊，主要是这个来物有物需，啊，说那老板平时干嘛呢？打球，还是喜欢打球，哎，没人陪他打呀，跟闺女打。科比有一样好厉害了，生的全是闺女。我在我的文章里曾经写过，我现在面对科比，我以1-0领先。我有一个儿子，生的全是闺女，老大好厉害，大闺女好厉害。我看过他的视频，打球的风格乃父之风，基本不穿，自己全都打完，1打2、1打3、1打4，啊，关键人家照进。说那除了打球，还干嘛？说给。ESPN 给美国的电视台做一个节目，这个节目叫 Details， 站在上帝视角，用他自己的视角，用他的判断，讲述在一场比赛当中，一个运动员在每一个回合里应该做出怎样的反应、认知和判断，每一个球应该怎么传、怎么投，你应该到哪个位置上去完成下一个动作。每当做那个节目的时候极其热情，可有意思了。每当去打球的时候，陪闺女打球的时候，
极其热情。来开会的时候，反正说两句曼巴精神就走了。这就是科比·布莱恩特现在生活的状况。再说一位，我特别喜欢的师傅蒂姆·邓肯。蒂姆·邓肯啊，比科比早退一年，2015年，啊，就离开这个舞台，到今年也40多岁了，退役好几年了，啊，在他是在圣安东尼奥马刺队打球，在圣安东尼奥当地开了一个大车店，哎，卖的都是啊，改装的都是轮胎特别大的车，特别喜欢这个车，每天在那儿徜徉。每天就是上大车店看看，从大车店出来之后说干嘛呀？不研究做点别的吗？要不然不回家陪孩子玩会儿吗？干嘛去？回马刺队训练。说他不是退役了吗？嗯，虽然退役了，每天回马刺队训练。来队里的新秀都纳闷儿，说这大哥不是不在这儿了吗？嗯，怎么还在这儿？每天跟这儿练啊，练得还挺棒。在去年，邓肯啊来了一趟中国，啊，我职业生涯20年，说实话，在面对绝大多数运动员的时候，是心如止水，啊，因为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对象，啊，你不会去，包括我们的工作的要求，要求你也不能在你的工作时间，你去过去跟他，比如像球迷想象的，你能不能过去要个签名，你们能不能要张合影，没有，从来没有，我在场内。没有做过任何这样的事，但是去年夏天邓肯来的时候，我拿了2个摇头娃娃，我家里有2个摇头娃娃，邓肯的。我特别找他的经纪人，我说你给我安排一下，我到他的酒店找他，啊，他一看我拿着2个小邓肯，也挺高兴，给我在后脑勺上啊，在他这个玩具的后脑勺上签了俩字儿。他来干嘛来了呢？谈生意来了。啊，跟一个这个电动汽车品牌啊谈生意，说希望啊在车这个领域有更多的开拓和发展，谈了反正很长时间。前些阵子我还问他经纪人，我说那个老邓，那个上回来那个车那个事儿谈的怎么样了？谈完了之后，他说谈完了之后没影了，啊。反正也不知道怎么着，嗯，他就没往下聊了，好像又失去兴趣了。我说那现在干嘛呢？每天训练呗。那有什么新动向吗？他回马刺队当助理教练了。这个赛季邓肯是波波维奇身边的一位助理教练，波波维奇如果被罚出场，各位就可以看见邓肯在场边去指挥比赛。所以退役4年之后，每天训练，然后当助理教练，这就是蒂姆·邓肯，石佛邓肯，现在的生活。再说一位，说一近点的，咱北京的，北京城的英雄，老马，马布里。老马是2018年，去年年初，结束了自己22年的职业生涯。不打了。在退役之后有很多很多的选择。老马是这座城市的英雄，为北京赢得了3个冠军，有很多很多人喜欢他。老马也是一个商业头脑非常强的人，每天呀，坐在一块儿就热衷于跟我聊 business。我有一个这个 idea， 你听着觉得怎么样？我有一个那个 idea，你听着觉得怎么样？下来之后他自己因为在中国时间太长了，时间太长了，自己认识也很多了，自己每天出去跟这个聊，出去跟那个聊，啊，什么都敢聊，跟区块链的合作也聊，啊，去年有一阵儿啊，签了一家公司之后啊，跟着这家公司啊上香港融资去了，啊，找了很多的银行大佬坐在对面，给我发了照片，发了小视频，说你看对面都是各个大银行的大佬坐在这儿在听我们
讲我们的这个 business 的 plan 商业计划啊，争取能够拿到融资，谈了很多很多很多。后来到了今年夏天，北京城的另外一支球队叫北控，提出要求说想请老马做他的新任主教练。北控是上个赛季 CBA 20支球队的倒数第一，那就算差到头了，想邀请老马出山。老马说，我还有这么多的 business， 我要是做了主教练，我就得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主教练这个位置，我就要每天从早到晚带着他们训练，制定战术打法，跟运动员聊天，帮他们提高，我就没有精力管我的这些 business， 所以我要做出一个非常艰难的决定。我是跟他这么说的，我说 Stefan， 你从4岁开始打球到现在40多了，你这辈子做的最棒的事情就是篮球，我看你做的最棒的事情也是篮球，我最崇拜你的时候，我最爱看你的时候就是你打球的时候，当你站在球场上的时候，没有任何人能够代替你，你的眼神，你的能力，你的灵魂和你的欲望。但如果你走下球场，你谈你的 business， 在每一项 business 里面都有太多的人能够代替你。如果你做了北京一支球队的主教练，你就会重新回到你最熟悉也是你最有能力的舞台之上。老马想了想，最终他接下了北控的教鞭。打到昨天晚上为止，他们在客场击败了江苏同曦队，北控这个赛季到目前为止胜率是超过60%的，在20支 CBA 球队里面，到昨天晚上我看了一眼积分榜，是排在并列第5位，这是一支去年垫底的球队，现在是排在并列第5位，成为了非常出色的一支球队。这一切很大程度上来自他们的主帅史蒂芬马布里。所以所有这些我讲述的这些故事，这些超级明星，我再说一遍，各位可以想象，以他们的声名之广，他们的人脉资源之强，他们的个人影响力之大和他们的聪明，他们真的是人中的尖子。一个伟大的运动员，如果你喜欢看比赛，如果你懂得竞技体育，你看到他们在场上在1/1秒、1/1000秒那一瞬间，他们可以清晰地阅读场上发生的一切，做出先于别人1步2步甚至3步的判断。他们能够成为竞技场上那么伟大的超级明星，他们有着凡人根本没有的天赋，而以他们如此的出色，在离开他们从事数十年，离开他们最擅长的事情和舞台之后，他们并没有真正做成过什么。何况像我们这样的凡人。这就是今天我想说的。其实一个人在一辈子里面，如果有一两件事情能够做得很出色，一两件，你比大多数人做得出色，你比那个行业里大多数人做得出色，能够让你安身立命，这就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如果有一两件事情你做得出色，那你就要一直做下去，你就会在这儿建立你的核心竞争力，你就会在这个行业里去建立你的声名，这是你一切的根本。所以我今天讲的主题叫年不如新，意不如旧。过年当然大家都喜欢过新年，意就是手艺，
是你的能耐，你的手艺，不如你一直以来从事的那个手艺。每年新年的到来，我们都会有新计划、新想法、新目的地、新的 business plan。但是最终，如果离开你最熟悉的这个舞台，如果失去你的核心竞争力，你能够完成多少？非常难讲。在这个时代，是一个追逐风口的时代，诱惑太多了。有风一吹啊，猪都能飞起来。前几年投资圈有一段，国务院下了一个46号文件，说未来支持体育产业大发展，投资人们疯了似的投体育。在2016年，我的公司就是在2016年拿到了融资，但我没有蒙我的投资人，我跟他讲体育产业在中国需要非常非常长的时间去发展，不是你很快能够得到回报的，但还是有太多的盲目的热钱涌进来，然后每年都看到数以百计、数以千计甚至万计的体育公司倒掉，所有的钱都白花了。然后又一阵儿啊，特别流行投这个直播，是不是各种直播哗冲进来，后来直播也都倒了，连聪哥家的直播都倒了，何况旁人。如果你能够在一两个领域找到你的核心竞争力，那会是非常幸运的一件事。美国有这么一个说法，说当你最开始找到一份工作的时候，那叫一个活儿。比如我在火车站找了一个扛包的活儿， I got a job， 我找到了一个活儿。你干了一年啊，你算有一个工作了， I work here， 我是在这儿工作了。你干了5年，你在这儿拥有了一份职业生涯，你有了一个 career。 你干了10年之后，你的工作就像你的 marriage 一样，你的工作就像你的婚姻一样，它成为了你身体心灵的一部分。你的核心竞争力，你在这个领域的能力，是你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你不想离开它，就像你不想离婚一样。最后说回我自己，我在这个领域干了20年，一直以来干的就是表达的活，靠说，我说了20年。我也不是只说了这20年，因为我从小就喜欢说，我就找了一份说话的工作。有的朋友听我解说，说那个解说当中的韵调跟别的解说好像有点不一样。一来我就是一个北京小伙子，二来呢，我从小是学评书的，我说评书的，所以我喜欢说话。当然我开场那段不是评书，张三爷那段是相声啊，那是传统相声八扇屏当中的一番，那个叫莽撞人啊。评书不是那么说的，要说评书啊，说评书是这么说的，这不张飞出来了吗？张飞出来了，比如说虎牢关三战吕布，说两军队员啊，在虎牢关前排下了杀人的战场，18镇诸侯闪目观瞧，对面涌出来一员大将，哎呀，看这员将，头戴着三叉束发紫金冠，雉鸡翎飘扬脑后，
身披着西川蜀锦百花袍，内衬黄金锁子连环甲，胯下骑追风赤兔胭脂马，掌中提一杆画杆方天戟，在阵前一站，那真是威风凛凛，煞气腾腾啊！有诗为证，说紫金冠，珍珠嵌，雉鸡尾，真好看。龙鳞甲似秋霜，胭脂袍，团花线，唐尼凯，碧刀枪，爸爸带，水镜簪，宝雕弓，如弯月，走兽壶，斜插剑，坐下马，火灿红，花杆戟，神鬼战，少年英俊，风流将，闭月羞花，芙蓉面。众诸侯看罢，不禁暗挑大指：“哎呀，真是名不虚传，人中的吕布，马中的赤兔。”谢谢各位，我是杨毅。以说话为生的杨毅，谢谢。好的，感谢杨毅先生的精彩演讲，请您稍作休息。我们大家也看到了，今天呢，我们的演讲现场非常的火爆。虽然呢，我们的工作人员多准备了很多的椅子，但是现场仍然有一些朋友来到现场之后呢，是站在这边，甚至我看有席地而坐的。在此呢，向大家表示更加诚挚的感谢。不过呢，站着的观众相信我啊，当讲者环顾四周的时候，你们拥有更多跟他眼神交流的机会。好，我们言归正传，介绍下一位讲者。接下来要上场的这位讲者呢，他最善于发现女性美的瞬间，他用文字展现悠长而又深远的女性力量。没错，他就是红影。她是享誉世界文坛的著名英籍华人女作家、诗人，中国新女性文学的代表之一。她曾经获得英国华人诗歌一等奖、台湾联合报读书人最佳书奖、2005年罗马文学奖。他的代表作有长篇《罗马》《孔雀的叫喊》以及诗集《鱼交汇鱼歌唱》等等。而且呢，娄烨导演的最新电影《兰心大剧院》也是改编自他的《上海之死》。相信呢，他的演讲一定会带给我们不一样的感受。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聆听他对于生活、对于爱、对于女性的思考与感悟。掌声有请。我比较紧张啊，因为我是待在家里的作家，然后都是在从来没见过这么多人，就是特别害怕说话。现在我只有稍微冷静一下，就是把大家当成一面镜子。其实作家就是自己跟自己说话了，如果你们是镜子的话，我就看见我自己，所以就比较容易一点。我首先是把自己清空，然后就是去拿我想拿的东西。比如说现在这一刻，我最想拿的是一个大家不可以想象的一个东西，很大很大，就是一条长江。我把长江放在了大家的面前，长江上就是有船，这个船在行驶，然后还有汽笛，然后还有江水呼吸的那种味道。我就看见一个小女孩在江边在奔跑，她只有5岁，她在江边奔跑，然后细雨下下来，她沿着这个江往下游跑，她要去找她的母亲。因为他的5个腿受伤，在那个捡这个缆车上的粮食，所以他一直往着这个江边走走走走，跑了将近2个小时，找到他的母亲，然后
让他的母亲回来救他的五哥。那个是1968年，那个小女孩就是我，就是我整个的童年是在长江两岸的一个贫民窟长大的，所以那个地方大家可以想象，一个贫民窟它是怎样的，没有厕所，整个地区共用一个厕所，没有洗澡的，也没有自来水，就所有生活的设施，那是大家现在的人无法想象的，那也没有灯，比如说到晚上我们那个地方都为了就是节约钱然后把灯停掉了，比如说有些家有一点钱就点上那个蜡烛或者是煤油灯，那所有的孩子都是在那个路灯下面做作业，那这样的一种状态下，对我这样的一个孩子就是说，要么我就一代一代的跟所有的孩子一样，跟所有的女人一样，就是承认这种生活，默认这个命运对我的这种决策，要么就是我完全背离这种命运，重新开始一条路。我认为在这个时候就是有一样东西就是拯救了我，那就是文学，就是我通过阅读文学然后找到了另外一个世界，就像我现在面对这么多镜子而面对我自己，我可以看见哦，那个是5岁的我，那个是18岁的我，那个是28岁的我，那个是38岁的我，这是我现在，就是我们女性在这个历史长河当中扮演的一个，就是说它是一个很卑微的很弱小的，就是说一个是在我从小成长的背景当中，是我们必须女性服从于男性，就像是在我的成长的那个院子6号院子，我因为我是一个私生的一个女孩子，所以几乎所有的邻居都歧视我，打击我，对我特别坏，可是有一个人对我特别好，这个人呢叫张妈，这个张妈的命运呢，她是就是说她在解放前的时候是被她的那个丈夫，就是一个船上的大夫，用2块银元从武汉的一个妓院把她买来的，在重庆，所以这个张妈的命运是每天早晨在吃早饭之前伺候这个男人，她的丈夫的时候，必须被她的大头皮鞋踢打。那我看见这个女性的这个命运就是这样的，就是即使你逆来顺受，你还要被人打，然后你一点都不敢反抗。那就是这个张妈，她对我非常的好。有一次她给了我一本书，那本书就是一个手抄本。当时在重庆有2个手抄本特别流传的特别的开，一个是一双绣花鞋，就是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有很多的那个电视剧表现这一个电影，好像有2个版本还是3个版本，就是重庆解放前的时候，国民党撤走了之后，然后来了很多，就是要清算，然后有留下来了，就是国民党的特务，就是在那里要准备说蒋介石蒋匪军反攻大陆，所以这个故事就是从这个一个恐怖的一个故事开始。那么这是一本书，就是大家就是摆龙门阵啊或者是看啊都看这本书。还有一本书叫做少女之心，我不知道在座有没有人能知道这一本书，就这本书是一个写一个女性，就是说她的那个性萌动或者是性经验，
就这本书在当时我们那个就是孩子当中是一个禁书，在大人当中也是禁书，那公安局也觉得是一个禁书，所以任何人要看这个书那么肯定是有问题的。但张妈因为她不识字，所以她就把她因为知道我喜欢看书，所以她就把这么一本书给我，所以看得我就是说啊，天哪，这个世界上会有这样的啊，这么一个就是完全讲性爱的一个情色的这么一本书。所以我看到一半的时候我就还给她了哈。那么这种就是说第一次我发现就是说女性可以就是为自己的快乐而主动，那么对我的整个的成长是带来了一个就是说很震撼。因为在我的视线范围里面，就是说女人是为了性，女人为性是为了男人，而且是为了生孩子，是为男人服务，从来没想到就是女性可以自己可以为了自己的快乐而且可以主动的去找男人，没有这样的一个概念。那么这一本书呢，后来在学校就开始就是追查这个手抄本，当然就是越追查这本书越受欢迎，到现在这本书也是禁书当然大家可以在网上可以去找到有一部分，因为很简单，其实它并不长就是它就在那个年代它产生了一定的就是反响。那对我来说就是说通过阅读，通过就是说看身边的就是普通的女性的生活，就是尤其是那一年我18岁的时候，当我知道我自己的身世，然后见了我的生父，我就决定要离家出走。我这一走就是走得特别的远，就跨过了长江，就是在整个中国大概行进了10年，到1989年我到了北京，然后再到复旦，然后到英国。就是我的母亲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人，我的母亲认为就是说我如果成为一个厨师哈，就说而比一个作家一个讲故事的人要好得多，因为他认为就是说一个人写故事或者是一个人用笔是危险的，因为他的一个同房间的一个室友，他天天就是有点半疯这样的，就是天天都在那儿写就是上诉书，然后文革当中也是被清查，然后他也就是我母亲觉得就是说写文字是危险的那么我的母亲一直知道我在写什么，但是并不知道我具体写什么，但是他认为这个是因为他知道我很喜欢做饭，那么就是说如果我可以做饭而不写文字那是好得多当那个我的就自传体的小说《饥饿的女儿》发表的时候，这本书在重庆在2000年的时候才出版，我的母亲没看这本书，但是周边的邻居还有很多我的家人们，就是我的姐姐哥哥知道这本书，然后就告诉他，所以我的母亲说你写了我们的故事，你写了我，你也写了你自己，就是我的母亲觉得这个她特别为我骄傲，但是她没有说出来，因为这也是她一直很沉默，在她和我的关系当中就是一直是保持着一种距离。所以很多人说啊，红玉你写饥饿的女儿，你对你的母亲有一种恨，或者是说有一种你是不是想报复，我说不是，因为那是我写我18岁对我母亲的感觉。那有的人又说当我写了这个饥饿的女儿的续集的时候好儿女花，那有的人说啊，好像你在这本书里面对你的母亲好像是原谅了，我说不是，因为我写的是45岁的时候我的母亲走了，然后我去奔丧的，而那个时候我
是以一个母亲的身份来写一个母亲。所以就是说，当我写到女性的时候，我想是我对女性，就是在我的成长记忆当中，我对女性的这种普通最下层的这种女性的这种命运，或她们对生活的这种对男人的这种在选择或相处的时候，我发现就是说这个是特别影响我的。大家可以想象，就是在我的成长周围里面，比如说有防空洞，那个防空洞是从抗战的时候留下来的。那个比如说72年前后，就是反美帝反苏修的时候，就是说要又挖了大量的防空洞在重庆。那这些防空洞现在包括现在也留下来了。那这些防空洞的话，到现在的话，就是说它起什么作用呢？大家看到火锅英雄，就是有的人用来就是进行比如说开火锅，或者是作为仓库沉在那里沉东西的。但是更多的防空洞是就是遗弃在那里，就是长满了乱草苔藓。那这个就是说有另外一个可能性，就是说我们从小我们女孩子都知道，你千万别过防空洞，而且是你过防空洞的时候，你一定要快跑。那这个防空洞就是成了，就是有一部分男人就把小女孩弄到这个防空洞就强奸，然后就是幸运的就可以活下来，不幸运的就失去了生命，或者是放了防空洞，或者是抛进了江里。所以这个我们对这个深层的这种恐惧，就是说一直到现在你到重庆去还是会看到很多防空洞。比如说我最近写的这个《罗马》这本书，写了两个女孩子是在重庆长江南岸长大的。那现在有没有很多记者问我，我说当然，只要你到重庆你就可以看见。就是说女性的存在，我想说的就是说从来就比男性在这个世界上艰难得多。就是我们面对的困境，我们不仅面对我们成长之痛，我们面对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有更多的就是生理的、心理的、精神上的这种恐惧。那就是说我们今天就是说作为一个作家，很多人说我是一个女性主义作家，我说其实我可能在早年我比较号称是就是特别女权的，你大家可以去看看我的书，比如说像 K 英国情人是完全写的一个女性如何就是追求她的就是幸福或爱就在30年代，包括就是说床上的这种快乐那么就是说女性中心主义。那在我后来的作品，比如写上海系列的时候那我写了很多就是说可以拯救世界的女性，比如说像上海王她可以成为一个上海女王，她掌控这个黑社会。那么像上海之死她可以凭借着12天珍珠港事件，她用她自己的这种智慧或生命来换取整个世界的和平。像那个上海魔术师也是类似的。那对我现在来说，我认为就是说男女在这个世界上他永远很难得到平衡，很难就是说可以平起平坐。而女性的我认为女性的这个地位在最近20年是改变的，但是仅仅是表面，仅仅是在城市，仅仅是在我们受过教育的这一部分女性在他们的身上。在大家如果走得比较深入一点，在农村甚至边缘一点的新疆啊，什么内蒙啊，东北啊，什么甘肃啊，那么你会看到女性的地位还是非常的低下。
那么就是我们女性，就是现在尤其是现在很多的女性情愿就是说我一个人过，而我放弃结婚，放弃跟男人相处，放弃就是说这种男女之欢，或者是说我们跟男人就是一个就是说短期的一个相处的一种方式。那么我认为这也许是一个方式，但是我认为女性对于我们自己来说，就像我的母亲一样，我认为我的母亲她在中县农村的时候，她是一个农村来的一个这么一个姑娘，她当她被命运安排成为一个童养媳的时候，她可以抱着一个蚊帐，就是陪嫁的蚊帐，从窗子里面跳下来可以逃婚，然后她从中县一直走到农村，一直走到中县的县城，然后坐一艘船在最底舱里面到了重庆。那么就是我们当我们女性面对这样的命运来的时候，我们是承认它，我们是顺从它，还是我们是改变它？我认为就是说每一个人他都有这种选择。那么对我自己来说，大家就是可以看到，就是说我是从来没受过教育的，我成为一个作家，在我成为作家之后我才去复旦大学，那只是为了拿文凭而已。那我从来都相信就是说女性她可以靠自己的这种力量或那种就是你认定的这种目标，你可以就是让这个梦想变为现实。那么这样的一种状态的话，就是说是分人而异的，就是就像我认为任何你追求幸福是这样，你追求事业上的成功也是这样的，你追求个人的这种快乐也是的，而我认为快乐是不同阶段的，就像你跟一个人相处，不管你是他是男还是女，如果你跟他在一起你是快乐的，那我认为你就应该去争取这样的一种生活。比如说那个对财富也是这样的，我认为财富就是女性必须拥有自己的一个经济独立的一种保障。我认为财富是这样，就是 LV 或者是 LV 包或者是香奈儿限量包，你可以不用，你可以用 MUJI 的，就是说看你的生活的状态，我认为只要是你整个身体放松的，然后你整个处于一种就是说你认定的一种状态当中，我认为就是说这样的生活方式就是说我们可以重新的来调整。就好比现在我认为你们在我面前是一面镜子，其实你也可以在自己的房间里面，就是说你看见你自己，你面对镜子看见你自己，你可以问你到底需要什么，我需要什么，我真的很幸福吗，我真的很爱这个人吗，或者是这个人很爱我吗，我真的在这个世界上我想做的就是这么几件事吗，或者是说我真的是要从今天开始我完全过一种不一样的生活。其实真的你可以找到答案。在我就是差不多有13年我从英我不再在英国，然后我到意大利，所以我每次都会到罗马。所以在罗马的时候我发现罗马这个地方非常有意思，就是它有很多的鸽子，这个鸽子它跟重庆一样的也是很多的鸽子，这个鸽子就象征我们人的精神。我认为就是说其实每个人都是向往着自由，向往着就是我们灵魂可以飞翔，可以飞舞，可以快乐，就是说在这种状态下，那我认为就是说我认为工作或者是你的生活不管贫贱，而是真正是否有意义。
那么在这个时候，我经常我就想，那我这一生，我走到这，站在这个罗马的街头，那我对我的这一生，我有什么样的遗憾，或者是说我当我的孩子问到我的时候，那妈妈，你觉得你这一生最后悔的是什么，或者是你觉得最值得骄傲的是什么？我认为第一，我觉得我很后悔的是，就是说没有在很早的时候醒悟，就是跟家人的相聚，尤其是我的母亲，我非常的后悔，因为在我差不多我出国在英国的十多年，包括后来我搬回了北京，我都以为就是说可以给母亲买房子，可以寄钱回去，请我的姐姐哥哥照顾她，啊，那这就是我作为一个女儿的一个孝心。其实不是，就是当我的母亲不在的时候，我发现如果你要做这一切，就已经很后悔，你已经做不了了，因为你的母亲已经走了。所以我今天在这里就是请大家就是说尽量的跟自己的父母在一起，因为马上就是要跨新年了，其实父母不需要你更多的陪伴，而是在过年过节的时候一定要在他们的身边，就是在他们身边做什么呢，就是真的是跟他们聊天，跟他们谈你的成长，就是小时候你是怎样的，比如说你最喜欢的是什么，或者是你最怕的是什么，比如说你最爱你的母亲，或者是最爱你的父亲给你做的一道菜，可不可以请你的父母再给你做，或者是你给他再做一个菜。我认为这种陪伴才是从灵魂深处的，就是说一个养育之恩，就是一个儿女对一个自己的父母的一个最好的一种回馈。这就是我跟我女儿说的，我说那我最高兴的是什么呢，最高兴的是我成为一个作家。成为一个作家，他的就是说他让我永远觉得我这个人是独立的，我的灵魂，我的身体，我的文字，我不为任何世界，任何国家，任何党派而左右。我认为这一点非常重要，就是说我们所有的人，包括我曾经也是这样的，人云也云，人家做什么做什么，人家做什么，人家想什么的时候想什么，人家需要站在一个街上你也站在街上，人家在写什么的时候你也写什么。我认为每个人都要保持自己这种独立的个性，独立的精神，独立的立场，而成为一个人，真正的人。那说到这里哈，我就在想，就是说我经常做一个梦，这个梦就是这个长江，这个长江上就是说我看见我的母亲，我也看见我的父亲，我的父亲是一个舵手，所以他在开这个船，在那个船上，可是突然我看见我的父亲他不在船上开船，而是跟着这个船在跑，在江面上跑，而且我看见我的母亲在江岸上跑，而且我突然看见我自己也在江岸上跑，我特别想追上他们。我发现就是我的母亲和父亲他们跑得比我更快，而我也跑得特别快，那我发现就是说江岸上有很多很多的人，江水里面也有很多很多的人，那这些人都是我不认识的，可是又都是我认识的，就是那些我们离开了，或者是说我们特别想念，还有就是在我们萍水相逢的这个一生当中，曾经跟你撑出过一只手，帮助过你的人，
其实我认为他们最后都会，我们所有的人都会聚集在这个江水的尽头，在大海的一边，我们都会在那里相聚有一天。那么当这个时候来临，我们面对他们的时候，我觉得是你是内心有愧，还是你发出欣慰的微笑。我想在这里也给大家就是问同样的一个问题，谢谢。好的，感谢红衣女士的精彩演讲。小心，其实刚才呢有一点我感触特别深，作为每一位孩子来说，子欲养而亲不待是让我们最心痛的事情。但我也能理解，我们每个年轻人呢都想说，我再有更大的成就，赚更多的钱，才能去更好的回报父母。其实不是这样的，多一点耐心，多一点陪伴，就是我们对于他们最长情的告白了。那刚才呢红衣女士也提到了，我们的演讲结束之后呢，其实马上就要跨年了，那希望这次的跨年呢可以陪在父母身边，对他们说一声我爱你。好，那接下来呢我要为大家介绍今天的第三位嘉宾了，他是樊登读书的创始人，首席内容官樊登。他曾经主持，大家热情很高涨。好，那我就赶紧介绍，他曾经主持过实话实说、十二演播室、三星智力快车等电视节目。他出版的著作呢有可复制的领导力、读懂孩子的心等等。2013年呢他创立了樊登读书，截止2019年11月用户人数超过了2700万人。作为知识付费领域的知名头部品牌呢，樊登读书采用一种特殊的打开书本的方式，真正帮助3亿国人养成了良好的阅读习惯，也让读书照亮了每一个中国人的生活。那么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应该如何快速地捕捉有效信息呢？接下来掌声有请樊登。要等一会儿。谢谢哈，谢谢大家。我刚刚在底下听了两位演讲者的演讲，老实说杨毅讲什么没听明白哈。后来说评书，我觉得这还不错。红英老师讲的特别感人，而且红英老师提到那两本书我都看过，对我影响很大，所以再次证明我长期以来的一个观点，小孩只要看书就是好事，哪怕看糟糕的书都有可能会成为一个作家，然后得这个罗马奖哈。为什么看书是一个好事儿？其实我们从原理上是可以论证这个事情，就是今天很多人觉得说有视频有抖音哈，我能够认识很多人，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行万里路不如阅人无数，对吗？然后就经常说我喜欢通过现实生活当中的这种交往，通过视觉化的东西来获得更多的知识。然后我就问他们，我说那你在生活中你能遇见孔子吗？对吗？你能遇见苏格拉底吗？你能遇见佛陀？还是你能遇见马云？连马云都遇不着，对吧？你这个一生当中能遇到的人都是跟你差不多的人，然后你天天跟你差不多的人在一块混，偶尔比你强一点的是你们老板，对吧？这不把你困在原地了吗？所以如果我们试图通过说见一些人，经过一些事儿，我才能够获得足够的知识，那你就会被困在这个现实当中。而真正能够带我们穿越的，能够让我们脱离当下困境的，只有书籍。我以前也傻呵呵的跟别人去搞游学，带一个队，然后一块儿去日本，什么参观鸟屋书店呐、什么参观 7-Eleven 呐、回来以后大家好像觉得学了很多东西哈，就是学习。然后等我回到北京以后，我去买了一本鸟屋书店的经营手册那书啊，鸟屋经营原则吧还是什么，然后又买了一本 7-Eleven 的零售的哲学，拿回来一看，哎呀，费那么大劲坐飞机还颠簸跑到日本学那个，什么都没学着，除了在那书店门口拍个照片有点意思之外，剩下的没人理你，就是人当地接待你的那个人他也不是创始人，他就是一个最多你能请一总监级别的跟你聊一聊，日语你也听不懂，还得找一翻译，万一翻译再差一点，一半信息都没有了。所以什么行万里路骗人，
就是跑来跑去的浪费时间，实际上就是玩。真正最有效的30块钱打折，对吧？买一本书从头到尾看完，增田宗昭坐在书里边跟你老老实实把他的创业过程整个讲了一遍。我写过书，我就能够理解这种感觉，就是当一个人写书的时候，你会恨不得掏心掏肺的把所有最好的东西都写在这里边，就特别希望能够语不惊人死不休，然后认真的把那个东西写得特别精当，而且写完了以后你还可以反复的修改，反复的琢磨。所以基本上这本书里的内容都比来到一课现场讲的效果好。所以如果你能够花几十块钱买一本书在家里边把它读完，我觉得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这是肯定能够做得到的。图书是非常好的一个传递信息的方式，而且不要只局限于读当代的、眼下的或者某一个时期的书。我见过有的人说我喜欢读先秦的，整天读先秦的，就是老子、庄子、这个孔子、孟子，老庄、孔孟，最多孙子这样。后来你就发现这个人的气质就跟一般人不一样，就他就有点那个青铜器的那个味道，因为他常年只读这一类书，所以他就被困在了当下，他被困在了2500年前的那个时期。而人类是一个演进的过程，人类的历史是不断进步的，所以如果你希望你的灵魂更自由，你希望你能够有更全面的认知，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你在历史上每隔300-500年找到几个大家的书好好读一读，然后中国的书读一读，西方的书读一读，这个中东的书读一读，欧洲的书读一读，美国的书读一读，这时候你才能够彻底打开。所以随着我们阅读的延展，你会发现这个世界变得越来越美妙。那读书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核心其实就是一件事，就是幸福。读书的目的就是为了让我们人能够变得更幸福。实际上世界上所有的宗教、所有的工作、所有的努力，目的只有一件事，就是让我们变得更幸福。那咱们题目叫心流，各位知道这是一本书的名字吗？这个书的作者名字叫做米哈伊·恰克森·米哈赖，就这个人的名字特别奇怪哈，是一个俄罗斯人跑到了美国做心理学家。我讲了他的书，他这本书呢其实这么厚哈，最有效的部分就是前1/3就够了，后2/3是为了凑字数写的哈。你如果能够把那前1/3读明白了，哇，收获极大。米哈伊·恰克森·米哈赖就是为了研究人什么时候最幸福，他用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办法。这个办法就是他找了好多人，然后给他们每一个人配一传呼机，配个传呼机以后呢，不定时的呼他们，一呼说立刻告诉我你此刻的心情怎么样，然后你此刻在做什么，就是他用这种传呼机来打破人们的那种预备的感觉。你不需要预备，你就是每天好好生活，腰里边一震马上记下来此刻在做什么，我的心情如何，就是记这么一个东西。获取了大量的数据，把这个数据拿到了以后呢，他就总结，后来发现人们会处于一种特别幸福的状态。什么是特别幸福的状态？就是忘记了时间这种状态。你们有没有试过小时候站在路边看一个老爷爷下棋，对吧？回家看到路边俩老头下棋，在那看，一直看着看着手里的斧头就朽掉了那种，对吧？这就是忘记了时间。所以当我们能够处于 heart floor 心流，这个词叫心流，能够处于 heart floor 这种状态当中的时候，你的幸福感是最高的。也就是说这个点呢是一个心流带，这个心流带是一个这样的一个矩形的一个方阵哈，底下呢是你能力的很轻易能够达到的边界，上边是超出你能力的部分，中间的这一带正好就是你能力的心流区。就是一个事儿如果太没意思、太简单、太容易，你不会有心流，你会觉得很麻木，不断的重复。一个事如果太难，让你跟科比打篮球，哎呀，太没意思了这事儿。最有效的部分呢，是跟棋逢对手的人打球，这个叫做心流的状态。所以，我们读这么多的书，做这么多的事儿，其实目的都一样，就是为了在人生当中更多的处于心流的状态，更多的让我们开心，让我们愉快。但是你知道，这里边有一个秘密很重要。
就是开心愉快的状态跟你所处的环境没有任何关系，没有任何关系。就比如说你觉得你要有钱，对吧？你要有房子，你还完了房贷你可能会好一些，对吧？在北京这种梦我都做过，已经实现好几次了，但是依然没有找到那种长期处于心流中的感觉。不可能，就是你买了房子还完了房贷，然后说再买一更大的吧，然后买完更大的说不行再换一个中级的吧，说中级的 house， 中级的 house 换完了以后说不行这个物业费太贵，一天到晚闹心，你照样会心里边东西越多牵挂越多心越乱。所以如果我们每一个人把获得幸福的可能性寄托在不断的改变我们外在的物质条件，改变我们的社会地位，不断的往上爬，你可能会变得很厉害，但你不会变得更幸福，你只会变得压力越来越大。真正能够让我们幸福的只有一件事，就是改变你的认知水平，你怎么看待这件事，你怎么看待这个世界。所以我们说一个人在一段时期内的痛苦总量是一致的，一个人在一段时期内的痛苦总量是一致的，但是这个人如果认知水平不一样，他就会跃升到另外一个更幸福的领域。这就是我们读书的目的。中国古人讲叫做以理化情，我老劝人读书，我包括这样的邀请我也愿意来讲啊。其实核心原因很简单，就是觉得能让一个人更多的读书，这个世界就能更好一点，能让一个人更多的读到一本好书，他的心情好很多，这个社会上的回声效应就会少。回声效应就你怎么对待这个社会上其他的人，很快这个声音就回到你身上，我们这个社会就会变得越来越好。那我个人是怎么感受到这一点的呢？从2001年开始讲起啊，就是我之前不爱读书，我是一个相当不爱读书的人，因为我爸爸从小就不让我读书，我爸只让我做数学题，他说 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我们家什么书是禁书啊？那个儿童文学在我们家是禁书，少年文艺在我们家是禁书。你能想象一个小孩读儿童文学要揣在怀里边，就跟看少女之心是一样的那种状态，这样看打开一翻儿童文学，哎呀，你就难以想象。我们家就这样哈。然后我爸就让我数学物理化学那么一直学，所以我其实从来没有养成过一个良好的学习习惯。我也没有什么国学的底子，我今天虽然给大家讲论语哈，然后也讲很多国学的课程，但是没有，这都是后期慢慢练的。等我硕士毕业的那一天，我记得硕士考的最后一门课好像是财务管理啊之类的一门特别无聊的课，考完那个课以后，因为大家都不喜欢考试嘛，对吧？所以我们考完试以后，我就把我们同学在垃圾桶面前集合，然后郑重其事的拿出课本，当着我们同学的面说看好了，丢进垃圾桶。然后我说从此以后我宣布我再也不参加任何形式的考试，就是讨厌读书讨厌学习。后来到北京工作，在中央电视台，然后跟崔老师做实话实说，觉得自己特别无知，就是每天跟那帮郑也夫啊什么这些大教授杨东平啊这样大教授一块开策划会，就觉得你一句话都插不上，人家说啥你也听不懂，就是只能做个样子在那假装记啊，其实你都记不都不明白人说啥，你记什么呢？在那就是记一个音吧，大概记个拼音这样记下来，觉得很丢脸。然后后来叫知耻近乎勇嘛，知道丢脸就是好事儿。后来2001年有一段时间真的特别没事干，我那时候做一档节目叫《三星之地快车》，我很纳闷哈，直到今天人们介绍我的时候还喜欢介绍我在中央电视台主持过什么什么节目，谁看过那节目呀？真是，就是我们就觉得中央电视台这身份很重要，对吧？其实那是我人生当中最悲惨的一段岁月。做节目，做完节目以后，我还琢磨，我说今天做了节目，上了中央电视台了，我是不是不能坐地铁了呀？就特别怕被人认出来哈。结果后来发现压根没人理我，随便坐都没事儿。今天不一样，今天我这一路走过来就是照着相过来的，对吧？这个，所以那时候我坐那个三只的快车的时候，一周大概工作一个月吧，一个月工作三天，一个月就工作三天，一天开策划会，两天录像，就把一个月的节目录完了。
剩下20多天没事干，一个月大概挣18000那时候。你们是觉得多吗？哇，通货膨胀成这样还觉得多呀，真是。那是2001年哈，然后不要在意钱这点事儿好吗？然后没事呢就觉得焦虑，为什么焦虑呢？你知道中央电视台是一个让你相当没有安全感的地方，中国有多少人可以让一个节目停掉你知道吗？就任何一个主任、副主任、制片人、副台长、台长、总编辑、副总编辑、总监、副总监，还不算中央电视台以外的领导，任何一个领导只要说这个主持人看着不怎么样，完了你就歇了，你只要一歇18000就没有了，只有基本工资1500，所以你还有房贷，你还有房贷，一个月还3700块钱房贷，还买辆车。我到北京，我是2001年到北京，2002年买房买车。哎，这个你们既然喜欢听这个，我就告诉你，北京那时候房价5900一平，北二环，我出手就买120，然后每个月要还3000多块钱的房贷，3000块钱车贷，特别焦虑，就觉得完了，这怎么办？然后在那时候又没事干，又焦虑，我突然觉得我应该能够读点书，去听懂人那些人怎么开策划会，对吗？否则的话插不上话，我就读《论语》。你知道一开始读《论语》的时候，跟你们各位今天读一本很痛苦的书的感觉是一样的，就是翻了2个多月还在前三章，这怎么翻都在前三章，翻不过去，这么厚一本书怎么翻不过去呢？这奇怪，就是什么字都不认识，哪个词都是陌生的，然后你就得查，查完了又有点事儿，一折腾跑去干别的事了，回头又得从第一页开始读起。我原来在大学曾经试着背单词，咱们一般从 A 开始背，对吗？我从 A 背到 B， 背到 B 后觉得太难了， B 怎么这么多词啊，算了先背 Z 吧，就从 Z 开始倒着背，所以 Zoo 啊什么 Zebra 这些词我都知道，然后倒着背，我最熟的就是 A B 和 Z 这三个选项。所以读书真的不是一件特别容易的事儿，但是那一年的时间拜这个无聊所赐，我在那一年的时间里边就是把《论语》啃下来了，读了各种版本的《论语》，就是你们知道第一本最容易入门的南怀瑾，对吧？南怀瑾的写的最浅显，容易懂，然后这个钱穆啊、张居正，这个李泽厚啊、包括《论语集释》那个清朝的那个版本那么厚，你能够把那个啃下来，《论语》基本上你全懂了。所以我用了一年的时间没有读任何别的书，就是把《论语》啃完。我发现最大的收获不是我去开策划会，开策划会那事儿，你该插不上嘴还是插不上嘴哈，但是你不焦虑了，你读完《论语》那一刻你突然不焦虑了，你觉得哇这个好了很多，你知道吗？为什么呢？有一句话，《论语》当中有一句话对我还房贷的我有极大的安慰，说君子忧道不忧贫，君子谋道不谋食。哇，这句话一下子击中了我，就是我一天到晚忧愁的是什么？我突然觉得特别鄙视自己，你忧愁的就是还房贷，这么点破事儿，这对于一个大丈夫来讲这算什么，对吗？何患无钱。这个君子忧道，你忧的是你自己有没有接近于真理，你有没有接近于道，有没有每天都变得不一样。你再看一下颜回，对吧？孔夫子最喜欢的学生颜回，孔子说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也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我的妈呀，贤哉回也。我说我再穷，我一个月还有10000多块钱收入呢，我还有房有车，对吗？我了不起银行收我的房子我还能唠一点呢。然后颜回人什么都没有，为什么每天那么高兴？然后子贡有一天问孔子说，一个人贫而无骄，富而无谄，何如？一个人修炼到这种，我这种境界就是子贡的境界。子贡是儒商，中国最有钱的知识分子之一。然后子贡说贫而无骄，贫而无谄，富而无骄，贫穷但是不谄媚，有钱但是不骄慢。夫子你觉得我这个境界怎么样？他就说他自己。然后孔夫子说可以，可以，这境界不错，可以啊，不弱。不如什么呢？
不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就是你贫而无谄，你是一种强弩的劲儿。就是我虽然没钱，但你有钱，我也不羡慕你，怎么着？找到那种感觉了吗？就是你憋着一股劲儿，你跟自己并没有和解，你很痛苦，你认为钱很重要，但你压抑着自己，这个叫做贫而无谄。富而无骄呢？我有钱，我特别希望跟你们展示一下，但是我忍住，这叫做富而无骄。他有一种找的劲儿在这里边。但是你真的到了孔子这个境界，这两句话一对比，你立刻看到什么叫圣人，什么叫凡夫。贫而乐，我没钱，我照样高兴。庄子也没钱，庄子照样高兴，对吧？这个子路也没钱，子路也高兴，高兴，这种发自内心的高兴，这是一个人真正处于心流状态的表现。然后富而好礼，有钱不用琢磨要不要显摆，而是想我虽然有钱，我还能学点什么，我能不能加入个樊登读书听一听，这个叫做贫而无骄，贫而乐，富而好礼。所以这一段的阅读，这一年的经历，哇，让我真的找到了读书的乐趣。接下来第二年读了一年的道德经，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整个读了一年。然后第三年读了一年的金刚经。这个我在飞机上碰到柳传志这事儿你们都知道吧，我讲书的时候讲过嘛，我坐飞机，柳传志坐我旁边，我那天第一次，人生第一次坐头等舱，就碰到柳传志坐我旁边，我还晕机，吐啊吐，然后柳传志很耐心的看着我吐啊吐，吐完了以后起来，我们俩还聊天，挣扎着聊天。那个我在看《金刚经》，然后刘老呢在看《杜拉拉升职记》。哎，这书他真推荐，他特别喜欢这本书。然后我们俩就聊嘛，他说你小伙子你这么年轻，你怎么看这样的书啊，对吗？哎，我说这书好啊，这书特别棒。智慧，对吧？开心。然后柳传志说：“这个你能不能给我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书好在哪儿呢？”你看，这要再联想，这就是面试啊，对吧？我答得好，他应该给我一个副总裁干干，对吧？然后我就说：“我说那个刘总啊，你觉得人世间最大的痛苦是什么？”他说：“人世间最大的痛苦就是，是不是你想要的东西总也得不到，对吧？这个算不算人世间最大的痛苦？”哎。我说很好，这个是八苦之一，对吧？求不得苦，大家知道八苦吧？生老病死、怨憎会、爱离别、求不得、不遇临，这是你逃不掉的。你这一辈子永远就你琢磨这点什么挣钱呐、啊，什么都不重要。八苦尚未显现，任何一苦在你面前显现，你都撑不住。所以我说，你说这个叫这个求不得，但这个不是最大的痛苦。他说：“那你告诉我什么是最大的痛苦？”我说：“最大的痛苦就是你认为自己不应该有痛苦的痛苦。你认为自己不应该有痛苦的痛苦。”看你们的表情，很多人没听懂，但是柳传志一下就听懂了，人家是有慧根的人，对吗？说：“哎呀，说这句话说得好，哎，这我回去得跟联想的人讲讲，这句话说得好，都不用我解释，他就明白了，什么叫做认为自己不应该有痛苦的痛苦呢？比如说你坐在这儿。”你觉得很痛苦、很无聊、很难受、很热、很不舒服，对吗？原因是什么？只有一个，就是你觉得凭什么让我坐在这儿？为什么我这么傻呵呵的，今天晚上我不出去玩，我坐这儿，对吗？这种屈辱的感觉会给你带来痛苦。但其实，假如你能够把自己的这个执着，对自己的执着放低一点，你想想看，这么多人都坐在这儿，凭什么我不能呢？对吗？为什么此刻不是一个修炼的好时机呢？对吧？我坐在这儿，如果特别无聊的讲者我都能听出心流来，那不是他们讲的好，那是我的修为高啊。这就是修炼。所以我们得每天经常性的去关照我们自己的内心，去感受我们自己是不是在一天一天变得更好。这个就是读书带给我们的体会。所以到今天我的读书状态是什么样呢？我就给你举一个例子哈。最近有一个本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新书，叫《贫穷的什么？贫穷的本质》，对吧？这本书的作者刚刚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学术书这么厚，也不太厚，这么200来页。
我读完这本书花了两天，不到两天读完。读完以后，你现在随便问我那数学东西，我都知道。那我读麦家老师写那个《人生海海》，我是为了跟他访谈，然后读那本书，两个小时读完。读完以后，麦家说不可能，说我这个书设计的是为两天准备的，你两个小时能读完？我说呢，咱们聊一下这书里的内容，你就知道所有的细节，所有的他的点，聊到麦家老师热泪盈眶。就是他跟我说的时候，眼泪都快出来。他说，一个作者最幸福的时刻，就是他遇到了一个能够读懂这本书的读者。说我觉得有四个人能读懂，我这本书就写值了。没想到还没出版就遇上一个。你看，所以我以前不觉得我的读书能力跟别人有什么区别，但是从2013年我开始做樊登读书，每周逼着自己非得读50本书以来，5年是吧？每年逼着自己读50本书以来，我的确变得不一样。我得向大家承认，我的确变得不一样。不一样在哪儿呢？大脑的神经元链接变多了。我过去也是翻不过去的那种人，就像你们大家一样，因为你的大脑神经元链接不够多。我们的大脑是靠什么来的运作的呢？神经元。我们的大脑有多少个神经元呢？相当于200,000个蚂蚁窝的蚂蚁数，就大概几十亿个这个神经元吧。这些神经元每一个会跟4-5千个产生链接，电信号不断的传输，这个叫做群智涌现的过程。也就是说，你的大脑当中的神经元不断的链接，不断的链接，最后会冒出什么样奇怪的想法，你根本不知道，你根本不知道，这个叫群智涌现这种感受。所以经常莫名其妙的产生一些很好的创意，产生一些很棒的这种想法，其实是很多本书杂糅在一起带给你的感觉，这种感觉相当的美妙，这就是心流的感受。所以我能够从一个白丁读不懂一本书慢慢的挺到今天，你们也可以，你们只需要硬着头皮一本一本的读下去，尽量读好书，尽量读这个能够给你带来心流的书，实在读不懂的书先放在一边，证明你跟他的缘分还没到。我在20多岁的时候读《瓦尔登湖》，就是读不懂，就怎么读都觉得这书不知道在说什么。但是到了40岁的时候再读，就觉得那么美好，那么清晰，那就是禅的味道，好吗？心流，时间到了，谢谢大家，谢谢。好的，感谢樊登先生的精彩演讲，请稍作休息。那要再次提醒大家，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这个呢是我们今天的云相册的直播链接，可以捕捉今天大会所有的美好瞬间。那到现在呢，我们的直播已经过半了，已经有3位讲者带来精彩的演讲了，非常感谢他们。同时呢，也要感谢我们的战略合作机构腾讯视频、中国电信、华为视频、优酷视频、咪咕视频、微博借钱、和声商业等战略合作方给予我们的大力支持。那我们常说一句话，说要么读书要么旅行，反正身体和心灵总得有一个在路上。那如果说刚才樊登选择的是读书，那接下来的讲者呢选择的就是旅行。没错，接下来要上场的讲者呢是环球探险家旅行夫妇张新宇和梁红。在10年前呢，他们做了一个决定，从此改变了他们的人生。至今他们的足迹呢已经遍布200个国家，全网核心粉丝超过了2000万，全球报道超过了2000家，旅行系列节目播放量超过了30亿，收获了无数年轻人的喜爱和追随。这10年呢，他们把两个人的旅行变成了我们大家的旅行。接下来呢，掌声有请旅行夫妇。大家晚上好。大家晚上好。刚才上来差点把那台阶踩塌了。对。然后今天啊，正好也是我们旅行了10年，然后想跟大伙儿分享分享我们旅行路上的这些小故事，也跟大伙儿聊聊我们为什么开始旅行。这十年其实说是10个关于人生的问答，但对于我们俩来说绝不止10个，这无数，真的是无数。所以今天也是时间有限，我们特地
截了一些我们认为对自己影响比较大的小故事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对，人活着究竟是为了什么？之前我是一生意人，然后生意做的还行，然后就一直那么的拼命的努力做生意。我们俩那会儿，我记着零二年零三年的时候，我们俩要见一面，是得在天上见一面，那会儿还没有微信，对，还没有这么视频聊天什么的，还都不行。对，我们俩要么约在某个城市的某个机场，要么就是在天上能见那么一面。一个月20几张机票，然后10几张火车票，就是一直就在过着这样的生活。但是我们特幸福，我们觉得每天可以不睡觉，每天的所有事都用来工作，用来赚钱。对。然后直到08年，08年汶川地震。那汶川地震，我当时坐家看电视，然后看着看着我看不下去了，我就跟梁红说：“我说我必须得去。”然后但没想到这一去就对我们俩这一生的影响特别大。讲一个小故事啊，当时我是志愿救援队，对，我们带着机械设备，然后带着个队长的袖标，然后有一个老大哥，那会儿算是老大哥，对，然后跟我说：“说队长，能不能帮我把我的女儿扒出来？”然后我们就去了，然后他女儿已经离世了，有一根横梁横在前胸，等于尸体就被压着。我们拿那个凿岩机就开始破碎这根横梁，破碎，然后镐头一划到了那个姑娘的身体里，等于人没挖出来，结果还把尸体给毁了。然后我这人从不落泪，那天就开始掉眼泪。然后让我震惊的是他父亲，对，我这个老大哥，他一句怨言没有，开始跟我讲这姑娘的什么时候毕业，什么时候职高，然后什么时候分到东汽汉旺厂，然后什么时候怎么上班，分了宿舍，房子塌了。然后那个回来之后，我就跟梁红一直在思考，人活这一辈子到底是为了什么？难道挣钱就真的是我们的全部吗？然后我们就选择了一种方式，就是旅行的这种方式。来，人这一辈子啊，其实最重要的一件事一定要做一回自己，我们俩用这种方式来做一回自己。所以我们选择了不一样的生活，后面才开始了我们的旅行。对。然后第一次出发需要多久？我这人因为是还算心思缜密吧，典型的处女座。对。然后每一次出发之前，我们都会精心计划。然后这一次呢，因为我们要用一种生活方式去在后面的10年乃至更长的时间生活，所以我们做了一个特别庞大的计划。这计划大到什么程度？就是一做就是10年。然后光是旅游那肯定是不适合我，我们选择的是旅行。然后我们选择让我们的旅行每一站都变得有意义，至少对于我们俩来说有意义。然后我们明确我们去每一个目的地的目的是什么，对，我们去每一处的目的是什么，然后希望每一次旅行都能给我们带来更多。但是这之前必须要学习，要准备，为此我们整整准备了5年。没错。所以之后经常有媒体报道在采访我们的时候说，网上流传一句话，说一定要来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然后每每这个时候呢，我们俩特别尴尬，然后急着反驳人家说不对，一定旅行不是说走就走，我们一定要做好准备再出发。所以，对，最好的爱情到底是终日彼此对视，还是共同瞭望远方？对，这是小王子的一句话。然后我们在南极结婚的时候，然后德国总理默克尔写给了我们，这是我跟谢谢。说到这儿，我就不得不在这儿表扬一下老张。我觉得这10年他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他把他小时候吹过的牛全实现了。对，小时候我们相约什么，能一辈子写作业，能一辈子一起写作业，然后不知道怎么能一辈子一块写作业，最后知道大人有一种方式叫做结婚，结了婚就能一辈子一块写作业。
所以小学的时候我就跟他说，我说咱们结婚吧，然后他说行啊，那就结吧，但是你别给我买根冰棍。然后那会儿我们那会儿的物价是四分钱小豆冰棍，对，然后就同意结婚了。其实也不是特难。然后我说结婚这个事儿挺大的，咱们得去跟大人一样，坐着那会儿我们认为最好的车是桑塔纳，坐着桑塔纳去个饭馆吃饭。然后梁红说不，我要去离家最远的地方。然后没网络呀，我们就问老师，说老师哪儿离家最远？老师说南极离家最远。然后我们就把这个事儿，就是小时候的一句玩笑，对。然后我们开始旅行的时候，我说既然结婚都在南极办了，那求婚就在北极吧，就在这儿。然后对，走这一路，这是我们在瓦努阿图的一个火山口。就是这一路上，其实在我们俩惯常的生活中，在这种忙碌的工作中，梁红的很多面我是看不到的，我的很多面梁红也是看不到。当一个人处于生理极限或者心理极限或者风险来临或者刚度过大风大浪的时候，状态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旅行给我们俩带来的是让我们能看到对方的另一面或者很多面。对，其实也是去在读对方的同时去尝试着去认识这个世界。说到这儿呢，就其实要讲30年的时间，对，能做什么事儿？不是我们啊，是我们认识的一个人，阿尤布老师，对，这是在巴基斯坦，对，那儿的孩子不像咱们这儿说都可以上学，有很多人上不了学，而且还有恐怖组织，对，男学生、女学生如果在一起上学的话，有可能会被杀。然后我们当时去了一个学校，这个学校就是一场屠杀，就是恐怖组织进了这个学校，杀了里面的老师，杀了里面的孩子。然后我们问那儿的孩子，我说你愿意冒着生命危险来上学吗？那个孩子说我认为值得。对，阿尤布老师就是这样一个人，他把所有他身边这些没法受教育没法上学的孩子集中在一个广场，然后大家伙就在这个广场上上课，一棵大树，我们管它叫大树下的学校，对，就是一棵大树，他在不断的教这些孩子，他的学生最大的40多岁，然后上小学3年级，然后最小的呢有7、8岁，也是上小学3年级，就是谁都可以来受教育。那我们在巴基斯坦总是我们希望在我们旅行路上能去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那在巴基斯坦我们选择带着孩子们去放一场风筝。大家别看这就是放一个风筝，其实这个是风险极高的事儿，风险非常高，有可能就会遭来袭击，有可能就会惹来杀身之祸。但是那天我们坚持，然后把所有的孩子，对，在巴基斯坦我们一块放了一回风筝。然后当时啊，尤布老师说了一句话，就让我特别感动。他说：“美国人来我们这儿放的是无人机，你们中国人来我们这儿放飞的是快乐。”什么样的部队是不需要杀人而是救人的？其实可能这个问题这么问出来，大家会觉得很唐突，说部队不都是用来救人的吗？但是在很多战争国家，部队是杀人的机器。那就像我们在伊拉克遇到的，对，伊拉克的拆弹部队。这是什么？这是拆弹部队。大家知道，在巴格达汽车炸弹是家常便饭，包括我们吃完饭之后回来检查我们的车的时候，我们的车也被贴过汽车炸弹，就是一个手机、两个雷管，然后1公斤左右的 C4 炸药就贴在那儿，手机遥控引爆。因为我们开的是，对于伊拉克来说是外国的车，所以那是最好的袭击目标。但是这些拆弹部队的人，我跟他们待了好几天。你看那辆白色的车，这辆白色的车其实就是一个被藏了炸弹的汽车炸弹，对。然后我问他们，我说你们最大的愿望是什么？他们说特简单，我们没有什么最大的愿望，我们就是希望每天能下班回家，就是明天再来上班。因为
拆弹部队曾经最高的伤亡率一次几十人，就在一次行动中几十人遇难牺牲。所以我觉得这一群人，这一群人你看似就是很欢快很活泼，但是他们每一次出任务的时候不一定还能回得来。对，这个题目可能没什么，但你们看这张照片，这是一个20岁左右的女孩，我见她第一面的时候她根本没有这样的笑容。应该是我形容不多的，就我见过不多的非常冷漠的一张脸，没有笑容。我问她，我说你出来打仗，你爸你妈你家里人同意吗？然后这个姑娘特别冷漠的跟我们说，说我的家人都死光了。我问她第二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我说你认为这场战争你们能胜利吗？姑娘的嘴角啊有一丝丝的上扬，跟我们说，我们是正义的一方，我们一定能够胜利。然后我就接着赶紧问第三个问题，那胜利之后你想做什么？姑娘沉默了三十秒，真是就是那么沉默着，然后脸上又回到那种面无表情的状态。然后她跟我说，等不到胜利我就死了。这个问题是2015年问的，2016年我听到了他们全体的死讯。对，这是其实说到这儿，我想跟大伙儿说什么，就是咱们活得真的很幸福，咱们活得确实很幸福。你看咱们奢侈的活着，但世界上好多地方的人对于他们来说活着就是奢侈。对，所以其实通过这些我们也想说明，真的就像老张在我们旅行第三季回来之后，对我们来说最大的感触是什么？就是我们其实并不是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年代，但是只是很幸运，对，我们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国家。大家为我们国家鼓个掌。这个是我们认为我们在路上被问的最多的一个问题。可能大家都很难想象，我们在塞拉利昂遇到了一支足球队。对，不光是塞拉利昂，有很多地方都问我们，中国人一天到底吃几顿饭？我们说我们能吃3顿饭。然后有一些人会生活的，或者是比较有钱的，可能吃4顿饭。他说你们中国人都生活在天堂。对，可能大家不能理解，这是一个足球运动员。我们跟了他2天之后，我说我想满足你一个愿望，我说你可以给我提一个要求，我看我能不能满足你这个愿望。我心里内设的答案是什么？他可能会跟我要一个真正的足球，他踢的那个足球是假的。对，他可能会跟我要一个真正的足球，或者跟我要一双球鞋，或者是一副拐杖，他只有一条腿啊。但是他跟我说，他说我想吃饱一次。就是当时我就愣了，我说吃饱一次，我说你多长时间没吃饱过了？他说我已经忘了吃饱的感觉了，我根本就忘了。然后就是那个问题，你们中国人一天能吃几顿饭？那天我们在那边，在塞拉利昂买不到什么，就是像咱们这边那么容易能买到白面、大米。对，他们吃木薯粉，就咱们这边就相当于咱们的粗粮。对，我买了一吨的木薯粉。我说你和你的家人还有你的队友吃饱一次。突然觉得前面的话题有点沉重哈，来说说说点欢乐的。其实这也是我们一直在路上思考的问题，就是我们作为中国人，作为一个普通的中国的小老百姓，我们到底能做些什么？对，巴米扬大佛不知道大伙儿听没听说过啊？哈，对，十几年前被恐怖组织炸毁了，然后我们干了什么？我们让它又亮起来了。对，让它又亮起来了。这个是我们自己制造的设备，曾经有很多的文物保护组织都尝试，但是都没成功，然后或者就是方案没有被相关部门批准，我们把它亮起来了。那一天整个哈扎拉地区，对，巴米扬省所有的哈扎拉人，他们不会说中文，他们只知道在他们的语言里中文是琴。
对，琴，然后有差不多上千人一起竖着大拇指高呼琴琴琴。然后这还不算什么，让我最高兴的是巴米扬政府、阿富汗政府一年现在会让大佛亮起三次，第一次是大佛被炸毁的日期，第二次是巴米扬文化节，他们向外来宣传阿富汗文化的那一次，第三次就是我们这群中国人把它亮起来的那一次。谢谢。对，咱们啊，我们觉得这件事有意义，小骄傲一下，小骄傲一下。十七年来第一次有中国人站在这个讲台上，就是我背后的这个讲台。这是世界文物保护大会，我们被联合国评为2015年唯一在战区做文物保护的国际团队。然后特别高兴这一群人是中国人。说到2017年了就很开心，因为当时一直在我们走了很多地方，然后也见了也有很多很多的老外朋友，然后永远会问说那个中国造的东西到底质量怎么样。对，他们不能理解从中国制造到中国质量到中国标准的这个过程。然后这也是我们的计划之一，我们就开着国产运输机，这是咱们中国自己生产的第一款，就是中型运输机，叫运十二啊，然后开着它能不能完成一次环球飞行，然后我们就真就这么做了。然后好运的是我们真就完成了。然后我们这一次的整个环球飞行被一个国际权威机构所认证，然后他当时给我们回了一封信，这封信是这样，因为所有的环球飞行都是完成于北半球，都是完成于北半球南北回归线之间的距离，但我们的这一次环球飞行特别线路特别怪，我们跨越刚才在那儿看我们的厄瓜多尔，然后又到巴西，跨越赤道四次。然后当时他的回信是大概其就这意思吧，就是我们在人类的飞行史上迈出了一步，对，恭喜你，这一步是由中国人迈出来的。对，其实说到这儿就是一定要讲一下我们的战友超级白，就大家可能看过旅行片子知道我们陪伴我们环球飞行的这架运输机，那也特别荣幸的被中国航空博物馆收录，然后现在大家只要去到小汤山的那个航空博物馆，在运输机的展位第一位就是它，免费的啊，航空博物馆不收票。为什么要去开一艘破冰船去看世界？今天是26号，27，对。那我这么说吧，下个礼拜，我们就会开着这条破冰船，搭载着我们自己的舰载机，然后搭载着中国的科学家去哪儿？去南极，来完成中国民间的首次的极地的科考。如果一切顺利的话，我们会在4月份回程。然后大家可以在东南卫视上看到相关的节目，叫《地球之极旅行》。对，然后看一个小视频，这是最后一个，来。
计时器正好到点儿，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好的，感谢吕晴夫妇、张欣与梁红的精彩演讲。好，谢谢。哎呀，特别不好意思的说，其实之前在微博上我看到了这个南极之行招募船员的这个消息啊，然后我想着报名，但后来想想自己除了会说会吃没什么其他本事，就不要去消耗人家的这些资源了。不过在这里呢，我们要预祝啊本次的南极之行呢顺顺利利圆满归来，我们在这里等他们回来好不好？好，那今天呢我们要上场的最后一位重量级嘉宾呢就是许宏先生了。他是知名考古学家、作家，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员，他长期致力于公众考古，主要从事中国早期城市、早期国家和早期文明的考古学研究。他的书有《最早的中国》、何以中国以及大都无城等等，参与丛书中国通史大师课的撰写。那接下来呢就有请许宏先生为我们分享通过考古看到的中国，掌声有请。大家好，我是考古人许宏，我想和大家分享发现与思考的快慰。再过几天的时间，我的考古生涯就迈入了第40个年头。但是考古并不是我高考的第一志愿。应该有不少朋友会以接受认可这样的看法。高考所决定的人生路向，与其说是力争上游的结果，不如说是阴错阳差的产物。大家看是不是这样？那么我的高考呢，就使我阴错阳差的进入了考古之门，又使得我奋不顾身地成为其中的铁杆的分子。那么这样来呢，就是大家看呢，我从成为考古专业的学生，到毕业留校任教，在指导考古专业的学生呢进行田野考古实习。后来呢，博士毕业之后呢，我又成为了考古队长。大体上呢，这就是我个人的一个简单的履历。那么是什么使我倾心于这片神秘的田野，又是什么这考古学有怎样的魅力让我最终喜欢上了它，爱上了它？我想呢，是不是可以说考古学有两大魅力，或者说有两种美。这第一呢，大家可以理解的是就是发现之美，是吧？我们知道我们大家看，我们通过考古人通过这个调查、钻探、发掘这三把刷子呢，我们这个一直在探究已经逝去的世界。那么我们想一想，但是呢，如果要是说仅限于发现的话，那么考古恐怕还是和猎奇，还是跟挖宝是很相近的。那么呢，我觉得考古学更富于美感的是它的思辨之美。那么我们考古人经常把自己呢这个
从事这个学科的人呢，形容为侦探。我们通过支离破碎的材料，再通过缜密的逻辑推理思辨，到最后呢，力图去希望尽可能的拼合历史的碎片，最终呢，破尽历史的真实。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呢，我们考古人又经常自诩自夸自己这个学科呢是文科中的理工科。那么我从1999年20年以前被任命为二里头考古队队长。这个二里头呢是一个是位于中原腹地河南洛阳偃师寺境内的一处大型都邑遗址，它是中国青铜时代最早的都邑。那么当20年之前我接手二里头考古队的时候呢，我们的前辈在这个遗址上已经发掘了40年。那么大家看呢，第一张照片，这位老先生赵志全先生，他是20后，前年他以88岁的喜寿驾鹤西去。那么第二任老队长郑光先生，他是40后，也将近80岁了。大家看他们两位分别干了20年时间，而机缘巧合呢，我许宏作为第三任也是第三代考古队长呢，到今年正好又干满了20年的时间，就是我们三代考古队长纵贯了整个60年的时间在这儿从事田野发掘。而我们手下的队员从10后到90后已经过了好几代人了。那么这个300万平方米的这个遗址，那么我们这几代人60年时间总共挖了多少呢？我们只挖了4万多平方米，也就是说只发掘了这个遗址现存面积的1%多一点。大家想一想，就是考古人这个就是发扬愚公移山的精神，而今后呢子子孙孙无穷匮也。现在我就把接力棒交给了我的副手，年轻的学者呢在这儿进一步探究。我们看在这60年里边，从照片上能看出来，大家看11米高的竹竿，当时的考古人必须站在上面去拍照，而现在我们可以用大疆无人机了。沧海桑田也有一个巨变，是科技是考古插上了翅膀。那么呢，刚才跟大家说高考不是我的第一志愿，其实在高中阶段开始呢，我就成为了一枚文学青年。我报考的是中文系，我做的是文学梦。但现在呢，刚才主持人介绍说我也是作家，这是我特别受用的一个称谓，一个头衔，因为它圆了我少年时期的梦。但是呢，我怎么也没有想到呢，我这个作家呢是经历了几十年的田野上的这个，在田野上这个摸爬滚打了几十年才成为作家的。就是我在当队长主持二里头遗址的发掘的同时呢，然后大家看这个巨大的科研成果，5卷本的二里头考古报告，2000块钱一套，400-500万字，印上1000多套，全球范围内不用再重印，根本就够了，完全够了。因为它就是阳春白雪，一般人的很难读进去的，是吧？那么呢，我在发掘之余就想，我能不能，如果说我们编的这个二里头报告，我们本来考古人说是手产4天书，
翻解读这些无字地书，但是经常我们受到诟病，说你们考古人挖了半天写出来的东西呢还是天书，大家还是看不懂。如果这个报告是文言文的话，那么我是不是应该作为考古人把它变成大家都能读懂的白话文？这就是我这十年以来通过自己的努力呢做语言上的转换这样的功夫，所以文学青年仅有的一点底子呢就用在了这个上面。现在看来呢，如果说一个夸一个做一个学者他文笔好的话，根本不是文笔的生动，因为大家知道常年的这个专业训练哈已经泯灭了我们的文学色彩了。如果有人说你文笔好的话，那是说我把要讲的故事能讲明白，甚至把要说的话能说明白已经很可以了。所以就是这几本小书呢是我这个奉献给这个公众文化人的哈，一点小的礼品，得到了这个越来越多的朋友的喜爱，这是我感觉到非常高兴的。那么前三本已经出版了，最后这个东亚青铜潮已经交到出版社，渴望在明年呢就能跟大家见面。同时呢，刚才主持人也介绍了，我也参加了喜马拉雅中国通史大师课的这个音频讲课，同时呢也是中国通史大师课这本书的作者，就是为这个公众呢做了这样的呢一点工作。那么说起考古学呢，大家有些朋友觉得很陌生，但是我们看这个考古学呢，我刚才说给大家介绍了几把刷子哈，然后呢这个它有发现之美和思辨之美，而这个科技使考古插上了翅膀。我们这国家几十年的经济与社会和科技的发展呢，使得我们有大量的科技手段用在对考古材料的解读上，那么我们从中呢就汲取了大量有用的历史信息，比我们的前辈啊要多得多。大家看简单放这几张片子呢，我们说这个以前说考古队长只要懂得怎么挖就行了，而现在的考古队长必须是一个团队的总协调人。那么我们协调多学科的这个团队，二里头遗址曾为到目前为止在单个的一个遗址上多学科合作兵种最齐全的这么一个遗址。刚才给大家介绍的我主编的那五大本的二里头报告呢，其中作者有62位中国的外国的考古学之内的考古学以外的，大家一起呢来这个进行解读。简单给大家举个例子，比如说我所在的二里头遗址，它这个二里头文化那个时代呢，在这个都邑里边，我们说现在我们知道已经是五谷齐备了。大家知道看这个小米、黄米、大米、小麦和大豆，那么这些是怎么得来的呢？以前我们完全不知道，但是呢就是这个画面上大家看这个简单的这么一个机器啊，从这个国外引进来，只要让一个哪怕农村中年妇女浇上一两个小时，她就可以帮你把阴干的土样放进这个一直藏流水的哈这样一个漏斗状的这个容器里边哈，底下是有这个滤网的哈，那么它在不停的搅拌土壤里的各种植物，当然包括狗尾巴草，也包括刚才说的这些粮食颗粒呢，就会浮上来，我们管它叫浮选法。植物考古学家再通过室内的纤维放大镜哈，经过研究比对，告诉我们当时的人吃什么用什么，许多许多信息呢就是这么得来的。那么呢我作为一个考古队长，我经常跟人说本人在考古学界是以玩不动产这个是擅长玩不动产的，或者是本人是做不动产的，
什么是不动产呢？就像范登老师刚才说那个青铜器啊、玉器啊、陶器，这些都是动产，动产是吧？那么我说本人是擅长景之行大道、中轴线、紫禁城是吧，大型宫殿建筑，本人是玩这些的，是做这些的。那么呢，我站在前人肩膀上，在二里头发掘第40个年头来当第三任，也是第三代考古队长。那么我们在这个遗址上呢，就发现了众多的中国之最，比如说我们在这里发现了中国最早的紫禁城宫城，宫殿的宫啊，我们在这里发现了中国最早的城市主干道网景之行大道，是吧？哎，大家在图上哈都能看到中国最早的带有中轴线布局的宫殿建筑群。大家知道中轴对称，坐北朝南，土木建筑，封闭式结构，这是中国古代宫室建筑的通例，是吧？明清紫禁城是它的典范。而我们的发现就告诉我们，这样像明清紫禁城这样的工程可以上溯到3600-7000年前的中原，就是我负责发掘的二里头遗址，这是中国之最啊。然后呢，我们又在这个中国最早的工程南边发现了中国最早的官营手工业作坊区，这就是中国最早的国家高科技产业基地啊。那么当时的工匠在这里边呢做青铜器，大家知道青铜器是象征王权的，是吧？象征的这个国家权威的这样一个重器。那么当时只有二里头的一处都邑能够铸造，我们在这里发现了中国最早的绿松石，绿松石器制造作坊。大家知道绿松石并不是一般人就能佩戴的，在当时只有贵族才能用这种奢侈品啊，所以说它是一种王权的独占。再比如说我们在这里边发现了中国最早的使用双轮车的痕迹，大家知道这个能够制造车轮用车，在人类文明史上都是极其难得的一个大的飞跃和发明。那么在东亚地区呢，这又是最早的，就诸如此类的中国之最呢，就让我们一点一点的从现在的中国探知到古代的最早的中国是怎么样诞生的。我说第一本小书就是讲的这样的故事。那么我们看，大家说徐老师你说这些都是3000多年甚至5000多年以前的事，那不跟我们现在的中国有关系吗？刚才我已经讲了啊，大家看我们在二里头都邑遗址发现了当时中国最早的大型宫殿建筑，院落式的1万平方米，是吧？大家知道是一个现在一个标准足球场的一个半，是吧？那么据推测能站1000000人，是吧？哈，王在这里边发号施令，既是祖先。那么他再往下，我刚才给大家讲的那些规制，他夏商周、秦汉、魏晋、南北朝、宋元、明清，一直这么延续下来。我们考古人就说，我自己的工作呢是在做着这种学术上的寻根问祖的工作，是不是？然后呢，我们看呢，我们说中国是怎么形成的？这么大一个国家哈，中国的概念呢有民族的、地域的、政治的啊、文化的方方面面的这种这个内涵，那么它也一直在发生着变化。那么最初呢，它是怎么样诞生的呢？我们知道，现在我们知道，最早的就是任何事物呢，再往前上溯，一定会有一个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这样一个过程哈。在距今4000多年及其以前，东亚大地还是满天星斗，没有一个中心。到二里头都邑出现呢，东亚大陆的这个政治态势呢，就从满天星斗过渡到了月明星稀，就是一个中心出来了。
但是呢，周围呢还有其他的政治实体，比如说三星堆就不归殷墟殷商王朝来管，是吧？这从二里头开始呢，进入月明星稀的状态。那么到了秦汉帝国，一体一统化的中央集权的郡县制的帝国开始出现了，是不是这样一个脉络？而二里头就是华夏族群从多元到初步一体的这么第一个大的节点。我们看二里头文化的因素向四外扩散，我们看豫章这种礼器啊向四外扩散，这个范围是不是跟秦汉帝国的基本版图是一致的？我们再看禹贡九州这个三川图，它甚至超过了禹贡九州所记载的这个范围，甚至最远到了越南北部，是吧？那么我们看这个范围是不是适合于农耕的范围，是吧？大家知道 汉武帝霍去病啊，然后这个痛击匈奴，把匈奴撵到大漠以北，但是马上就得撤回来，因为这个我们是农耕定居族群啊，根本不适合于另外的生态环境，是吧？而这个呢，基本上是不是二里头文化时期就已经奠定了后世的这个中国的版图？哎，而且呢，它还不是军事上的强力扩张，而是文化软实力向外的辐射。那么呢，我们再看，我们制造青铜爵、青铜鼎这样的礼器，我们看用的是模范法，符合式的模范法。大家知道模范已经成为这个中国人耳熟能详的词了。那么这个模范呢，它是最中国的，因为这样一种行为方式呢，是整个中国人思维的一个外在的显现。大家知道中国人是这样思考问题，当比较简单的铸造这个青铜礼器青铜器的这个技术一旦进来之后呢，跟我们几千年磨制陶器玩泥巴这样的传统相结合，又跟我们祭祀祖先的形而上的这个礼制传统相结合，那么高大上的这个赋予中国色彩的辉煌灿烂的中国古代青铜文明就出现了，这是我们创新的结果。那么我们再看这个爵，大家看从甲骨文到金文到后来的小篆隶书到现在这个宋体字这个爵字，大家看由于有这样的文化传承，使得我们呢无论从这个它的字形方面，从器用方面，甚至呢从这个思想方面呢，都在继承它的影响。比如说爵位封官加爵，大家看门神手里拿的还是爵，是吧？这些呢是不是都是我们该这洋气的基础上应该继承的传统文化的一些底蕴？而这个呢，大家看呢，但是呢我们说由于这个全球已经一体化，只懂中国已经是不是只懂中国已经搞不清中国了。著名的考古学家英国剑桥大学的伦福如教授，他曾经说过，考古学使得我们能够把各国的早期历史当成人类更大范围历史的一部分。那么中国从来就没有自外于世界，我们看从几百万年前的人类潮，一万年前以来的农业潮，五千多年以来的青铜潮，五百年以来的工业革命潮，以及我们当下正在发生接受的信息潮、数字潮，这些文明大潮波涛汹涌席卷全球。那么我们是不是有理由相信中国文明从远古走来走到今天，也应该在拥抱世界的同时走向未来，达至新的辉煌？谢谢大家。
好的，感谢许宏先生的精彩演讲，小心。同时呢，也感谢今天所有嘉宾的精彩演讲，让我们感触很深。的确呢，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了一场用心交流的盛宴。那在最后呢，让我们再次感谢腾讯视频、中国电信、华为视频、优酷视频、咪咕视频、微博借钱、和声商业等战略合作方的大力支持。那么由一科 Talks、 八开揽月和华数探索联合出品的年度演讲盛会一科 Talks 心流2019演讲之夜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大家的陪伴，我们再见，祝大家晚安。那最后呢，还是要说一下，我们大家离场的时候呢，会去那边坐2号的直达电梯，是直达1楼的。但是因为只有这个电梯，所以呢，可能我们需要稍微等待一下，我们慢慢的往下走。那如果需要去地库的朋友呢，要2号电梯出去之后再转乘其他的电梯。好，大家回家路上小心，再见。